完美魔法宝给你带来一个特别的节目。我们今天到 STC Center 呢，访问到了 John， 跟我们讲 Yes Plaza 倒数狂欢，你一定要来哦。John 你好，你好，宝儿你好。是 John 跟我们讲讲，今年是第四年了耶，心得是什么？心得啊，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呀。这个我们的理念呢，也是希望人越来越多是越好，因为我们觉得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。那我们想说，到每次到这个一天的话呢，很多人在待在家里面，那有些年纪大的人呢，他们又没有办法跑到像海淀那边的城市去 celebrate 啊。那这个大型的活动大部分都在一些白人主流的一些城市里面办。那我觉得说，我们也不需要跑这么远，所以就把一些力量凝聚在一起，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也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欢乐嘛。2010年即将过去，今年跨年要去哪里狂欢倒数呢 ？Oh my god！ 从2007年开始 ，STC 资产管理公司的执行长蒋徐，既有获利的推出，又在华人的 Plaza 举办大型的户外跨年晚会，地点就选在罗兰岗的 Yes Plaza 夜市里面，而且呢，为回馈社区，采取完全免费的方式，欢迎大家一起来狂欢迎新，人人有奖。果然，第一年的 Yes Plaza 夜市倒数迎新跨年晚会一炮而红，引起热烈的关注。每年的跨年活动都成为令人期待的重要庆典活动之一。接着第二年、第三年到今年的第四年举办 Yes Plaza， 已经成为洛杉矶的华人朋友岁末狂欢、拿好礼、让您满载而归的最佳跨年好去处。现在就让我们回顾去年 Yes Plaza 晚会的精彩画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三位主持人呢会在这边陪着所有现场的朋友们，还有现在on the way过来的朋友们一起倒数，然后来迎接2010年，对不对，李飞？对。那么这几个小时之内呢，我们有很多的精彩的表演。那么同时呢，它有吃的、喝的，而且呢还有抽奖。接下来人的位置呢，在 Yes Plaza 现在已经大排长龙了，就是为了要领我们的福袋。那么一定呢，可以在2010年呢幸福美满。那么访问到的呢，是我们哇哦今天的店家小姐薰衣草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薰衣，跟我们讲几句话。嗨，新年快乐！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这边有活动，所以我们很多东西 on sale， 很多人。然后我们店里面的东西都是 20% off， 像这边外面也有摆东西，面膜一片1块钱，指甲油买两个10块钱。好，真的很会捧墨啊，相信老板请到他还是蛮愉快的。好，大家呢新年快乐咯。 Let's be very fun and almost a lot of people is in here、so it's gonna be amazing and yeah。 哇，大家唱的唱歌都唱得很好听啊。那你今天跟谁来？我今天跟我的朋友啊，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一下，好，跟我朋友来。倒数你要去哪里？ Yes Plaza 等着你。那我访问到我们的冰冰娱乐大主播，你好。Hello， 好，然后还有所有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倒数去哪里呢？又不用花钱，免费的，而且有大奖可以拿，有非常好看的表演，就是去 Yes Plaza。哎，听说我们这一次今年呢，是每个人入场都有礼物。对，没错，我们这一次呢，其实要感谢很多赞助厂商，包括像是有华普食品啊，然后伊美食品啊，李锦记啊，然后莲花牌不是做啊，然后呢，另外还有像大华超市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喜马金的一个企业，那么就是非常多的这些奖品呢，其实都是来，你只要来就可以拿这样的福袋走。那么以前往年呢，都是这个狂抢这个礼物袋福袋哦，今年是不是有足够的分量呢？今年一定有，而且今年的奖品比往年都更丰富，因为今年 Yes Plaza 已经是第四年办这个跨年活动，那么一定办得非常好，所以呢，有很多的热情的厂商，他们热情的参与哦。那因此呢，这次大家来一定会觉得哇，如入宝山啊，绝对不会空手而归。太棒了，可以拿免费的礼物。那么请冰冰姐，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表演有什么，内容是什么。好，对，刚刚我们的礼物还要再补充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年最大奖是 iPod Touch， 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现场来。那么我们今年表演呢，有这个魔术哦，他是一个国际级的大师，他有这个刀具，所以就是刀具你吗？不是我，我可能不够纤细，他要进入比较纤细的人。然后呢，而且衣服就是进去跟出来是不一样的，很厉害，就是你完全看不出来，就我们这种近距离你看不出来他到底是玄妙在哪里。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像是 Chase Armstrong， 那这个国外的乐手，他是出过唱片，哎呦，出过唱片，对，所以很像是 Kenny G 那样的一个
乐手。那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对兄弟，他们非常可爱，他们是在内地像湖南卫视啊、央视啊，他们上过很多电视节目。哥哥才11岁，弟弟9岁，但是呢会打鼓、会 keyboard、会 guitar， 所以呢他们会来到现场呢，刚好从北京来美国度假，所以他们会带来最精彩的表演。他们才刚刚在内地拍完电影。记得去年在 STC 资产管理公司和 StarZone Entertainment 的策划下，跨年晚会分别于四季广场和 Yes Plaza 同步举办，还邀请了知名艺人张智成到场。今年我们同样有艺人 VCR 陪我们同欢哦，比如说 Hello 所有洛杉矶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吴克群，很高兴在这边呢跟大家一起度过新年。那也希望我的新专辑呢叫爱我恨我，那都能够让所有 LA 的朋友们大家都喜欢，而且这次也会有新的表演，还有最重要是有很多特别的 MV， 希望你们都能够上网啊看到。那希望很快就能够来 LA 跟大家见面，带着我新的表演，还有所有新的歌曲，让你们看一下新的吴克群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还有是兔年嘛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赚钱赚到兔，然后男生找到你心中的兔女郎，然后女生身材好的变成兔女郎。好，新年快乐 ！Hello， 洛杉矶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张美七，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迎接新的一年。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快乐。各位洛杉矶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光良，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迎接2011年的到来。在这里，我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心想事成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我已经发行我的最新的 EP 咯，里面有两首新歌，其中一首呢是《太天真》。如果还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朋友呢，可以上我的唱片公司的网站 xymusic.com 来试听，还有合法下载。在这里，我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希望很快我就可以再来 LA 跟所有的歌迷朋友见面。先跟大家放一个新年的烟火。Okay. 那天晚上，因为越到晚上，我们的时候，很多其他附近的一些周边的人啊，都是你可以停车，你不一定要这么懒惰停在 Yes Plaza 里面。其实，在附近周边地方，你可能过了一个路口，你就停了以后走过来都 OK 啊。因为到那时候已经很多商家都关门了嘛，只有 Yes Plaza 呢还是灯火通明。所以看到呢，跟着亲朋好友起来就对了。我觉得因为四年了，大家看到当铺，也看到了一些成果，也看到了一些商机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几个月前的话，商家他们已经开始动起来了。很多人他们就要提供这个跨年的大餐啊，之前有圣诞大餐啊，还有这个跨年的促销啊，大家全部都说好要开到很晚很晚。开到几点啊？有些会到2-3点吧，那有些会到通宵。2011年呢，我们永远就是充满了这个希望，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这个积极的态度。觉得我们2010年都过得去，2011年的话呢，就要大展身手了，就应该呢更勇敢地跨出去，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把我们认为是对的事情做得更多更好。爸妈妈、家人带着小朋友，然后情侣档来都一起来，对，一起来迎接2011年，等着你哦。2011夜市倒数迎新狂欢夜，邀你来参加，迈向第四年，陪你一起倒数迎新年喽！今年更精彩，国际级刀具美女的惊人魔术，来自亚洲的专业音乐组合表演，劲歌热舞，让你嗨一整晚。奖品更丰富，兔年精美福袋、iPad Touch 等超级大奖等你拿，免费参加，吃喝玩乐惊喜连连，万勿错过！12月31号晚上7点到午夜，详情请洽新势力娱乐6668210788。